金门县文化局举办小小巴菲特活动，已经在金城、金宁、金湖还有列屿等地巡回办理，最后一场是在10月1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在金沙镇的图书馆举办，请乡亲把握机会踊跃的报名。我这一个礼拜拿到120之后，我这120要怎么处理，我要怎么规划，我要怎么放，那你回去要先准备这个铺满或是呢存钱筒都可以，好 不限制你，也许家里面有啦，也许家里面有，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三只小猪的，就是你要去家里面准备三个铺满，三个存钱筒，一个要准备三个，那三个呢刚好就是怎么样储蓄的算一个，我到时候呢要有一只小猪里面专门都是储蓄的钱，要放在这边。课程邀请到金门大学企管管理系王兴国教授分享儿童理财的重要性，他也分享犹太人的致富圣经塔木德，告诉参加活动的家长，犹太人从小建立金钱价值观，所谓送孩子钱不如教他理财，让孩子在13岁以前开始学习自主应用手上现有的金钱。金大的王兴国教授也建议父母可以在孩子消费的过程和他对话讨论，让孩子认知金钱所包含的四个概念，收入、储蓄、消费跟捐献，希望孩子跟父母可以分享亲子理财的奥秘，让孩子不仅赢在起跑点，更能提早达成理财目标。